哇、哦，这么厚的雪，对。好、哦、冷啊！冷的。好、哦、冷啊！冷啊！是啊，外面很冷的，穿裤子要穿几条？几条啊？穿三条。三条。对。送上去。今年是湖北西天不洗澡，可以。Hello， 我是小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中国媳妇的塞斯达。我们现在在老挝的首都万象，塞斯达今天要给你一个惊喜，准备带你去看雪，啊、看中国下雪。你们真有想，中国是我相信的。嗯，如果是中国，我相信的，是不是中国过下雪了？对中国下雪了。我是带你看中国下雪，我也要给丈母娘给妈妈看一下，她应该从来没有看过啊，你也从来没有看过，但是今天会带你看一看啊。现在我们先去丈母娘的快餐店吃饭，准备出发走。现在我已经来到丈母娘快餐店这里了啊，蔡树达已经开始吃东西了。我们刚才在市场上买了一个西瓜，今天我有点想吃西瓜，但是在家里和塞苏达两个人吃太多了，就来这边吃吧。现在先吃饭，我们现在已经吃完饭了，吃完饭之后塞苏达就想切西瓜吃了，我肚子还没有消化怎么办，看是红不红。哇，可以可以，中国有那个没有籽的西瓜呢。塞苏达这种切西瓜的方式太奇怪了吧，这个最好。切的。孕妇能不能吃西瓜、啊、偶尔能吃的。偶尔能吃，但不能吃每天。不能吃每天。对，它有那个甜度。嗯，不能吃很多甜的。医生告诉过你啊。告诉我过。嗯，好，今天你少吃点。给邻居他们也吃啊。哦，好，再来。那边的邻居也给一个，现在直接拿过去。丈母娘出来晚了，吃这个没有籽，苞米那个黑色的，看到没？苞米根。苞米根。哦。中国有苞米根，这个都苞米苞米。是。是好吃，谢谢小伟。不用谢。妈，你吃汤呢？婆吃汤呢？小伟，婆吃汤呢，妈吃汤呢。婆吃呢。爸爸开玩笑是。婆吃呢，妈吃呢。嗯，对对。这个在中国，我们那边有些人把那个皮也弄得吃呢，那个皮也吃的，他晒一下，放点盐，他也可以吃，当菜吃。蔡树达，问一下妈妈，看见过下雪没有？没看见妈了哇？没有。看见妈了哇？不能看，是为不怕白。小伟带你去看。小伟今天带你去看，明天去看。嗯、啊。明天小伟去爬白蹦。蹦就晒，是吗？嗯。等一下吃完了再给你看。蹦就晒，你们干。在老挝，老就老母咪的姨妈咪啊，在老挝看，没有，嗯，你老，你老啊，嗯，在老挝带你们看雪啊，看下雪，还没有吃完啊，继续吃。丈母娘吃这么小块的西瓜，还在用勺子啊。来，这才是用勺子吃的西瓜。好看啊！饭店的哇，不是饭店，饭店忙么么困么呢？继续吃，把它吃完。我已经吃完西瓜了，接下来就要带丈母娘和塞苏达他们看一下中国下雪的地方了，是在手机里面。今天早晨起床之后，打开手机一看，70多条消息把我吓一跳啊！我还以为是有什么重要事情。结果是他发了很多图片视频，让我给那个塞苏达看，因为在视频直播的时候说过带塞苏达去中国看那个下雪，他们那边刚好下雪了啊，已经下了2场雪，在北方吉林省吉林市。现在我准备把手机拿给丈母娘塞苏达他们看一看啊。现在西瓜吃的只剩2小块了，丈母娘手上还有一个小盖盖，好吃，好吃，
来看下雪，再说的翻译，关掉手机，看下雪，让妈妈看下雪呢，看到没？看下雪。哦，有谁？你拿着看，拿一起看。在中国，就在中国。中国。嗯。你妈都。哇，下这么多。啊。中国。对。中国的北方，吉林省。哪个省？吉林省。吉林。吉林没去过，小伟、伯伯没去过。改不？改。改是什么？远还是近？远，很远。改。比北京还远。改。比北京的上面。哦，改过北京。嗯。北京睡。你好，那你，哎，你再看呢，继续看。改按北京拍啊。哇，这么厚的雪，对。好冷啊！冷冷的。冷冷啊！还有，继续看。啊，漂亮啊，喂。对，漂亮。我也觉得漂亮啊，我们湖北下雪、哦、下的不是很大。开车了。开车了。开车开不了车了。不了车。那开不了车就开什么？不知道，我也没有在那边生活过，没有听说过，不知道他们路怎么清理出来。也可以开，他们车子结冰了，可以把冰块弄掉啊。这么厚啊。是啊。那我小孩子不想出生吗？冷。吉林也有很多人呢，他们也要出生小孩，一样的。小孩不想出生了，外面很冷。有空调的。有空调。他们是外面很冷，室内很暖和。你以前有空调吗？我以前没有。那你怎么生活？不冷啊，就是衣服穿多一点就不冷了。不用空调了。嗯。几天洗澡几次？哦，洗澡好几天洗一次。比你在湖北这么晚呢 ，OK。什么？他说，今年去湖北七天不洗澡可以。有些人他一天要洗一次的，天气热冷他身上不流汗，也可以两天不洗啊。我不喜欢，估计这个视频发出去有很多人要说我的，哪有湖北人每天不洗澡的。你有北冷吗？冷。来你看一下，丈母娘现在正在忙碌啊，等一下让她继续过来。咱们先看一下吉林这边的雪啊，一起看一看，看图片的。哇，这么厚，这是铁路上面也下的雪啊，树上面下那么厚，这是车子已经被封住了啊！这个雪要比湖北的雪下得大啊！这是谁的车子呢？看到没？再说他看这个车怎么开呀、啊？又北京的没路大。嗯。这么厚啊！对啊。那么隆呢？我看着这些图片也感觉非常惊喜啊！很久没有见过下雪，感觉。特别开心的那种感觉，看这个有多厚啊，是不是、啊、想玩。对，想玩，去湖北有玩的。玩不了，骑着。对，以后在中国生活带你去北方。那你穿衣服穿很多，穿裤子穿很厚，知道吧？哇，这张图片漂亮呢，这张图片是梅花吗？丈母娘还没把这些图片看完，这个呢像棉花一样，像棉花，它冬天也开花了，这个树应该是梅花吧，是不是、啊、这是什么花冬天开花的、啊、哇挺漂亮的。这个河里还没有结冰吗？
非常漂亮啊，这个打爆了这个雪景在南方很少见的啊，丈母娘忙完了，继续看一看。老挝没有，他又来生意了。中国有很多，对。北方有。对。被姨妈领的。丈母娘又开始看这个视频了。儿子，姨妈来的来吧。想给那个邻居分享的啊。他们老挝人第一次看见中国的下雪，还是非常惊讶的，非常开心。看着那个车子下很厚的雪，心想这个怎么开车，确实非常惊讶。各位，你们在那边那个下雪了还要上班吗？下雪要上班的时候也要上班啊。板哥啊喂，没得打不能被被板哥啊喂。啊，丈母娘第一次看见啊，第一次看见这么厚的雪，多少温度啊？丈母娘现在问我那边有多少度，给你看一下这个多少度。不是，我刚才也没看到，看到没？零下十度。啊，接红沙。嗯。零下十度还不是最低的，零下七度到零下二十度。啊。零下二十度。六度。嗯，这今天、明天、后天。嗯。看到没？多冷啊！啊，你今天呢？啊，今天。哦、今天最冷是晚上。嗯。二十度啊，零下二十度。六度。嗯。好冷啊！冷啊！是啊，外面很冷的，穿裤子要穿几条？啊、穿三条，三条，对，送三片。那边有厚吗？有厚的，有两条厚的。哎、那你走路不是这样吗？不是不是，走路它也是可以走的。第一次听说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塞苏达从来没有穿过三条，是不是？在中国穿过两条。在中国穿过两条，五百。裤子。所以那有啊，中国跟老挝冷不冷？啊，还 OK 干。中国到老挝，冷不冷？冷不冷？不冷，中国冷，到老挝不冷。所以有老挝。嗯。กับอยู่中国อะไรโอเคก่อนโอเคโอเคไหนลาวจงกัวอ่าอ่าไม่รู้妈妈说的妈妈说那个你在老挝和在中国哪个可以老挝哪个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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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可以冷，冷可以，冷可以，对，多穿点衣服。